很稳的好吗？白痴哦，那蛮高分的，4819。可他放两个遁地兽守家，应该。你说两个遁地兽守家怎样？对啊。哦，你那个啦，你的麦克风要近一点啦。哦，这样有没有好一点？你刚刚是不是又麦克风又垂下去之类的？没有啊，我只是讲话小声一点，因为我怕吵到人。哦，那你把你的麦克风弄敏感一点，你的那个RC那边调敏感一点。不用啊。干，不是啊，你就是不敏感，一直断断续续，你太小声就没声音。敏感要调右边一点，是不是？左边一点。喂喂喂，有没有好一点？有啊。哎呀呀！ Okay, 我连我自己声音都听得到，这应该够敏感了。好，刚来一对。OK， 你强一点啦！整天被人家灭国，我真的快受不了你这个队友。他妈，我换个打法，看是谁灭国，谁被灭国好？还不是靠我 double kill， 还不是靠哥的 double kill。真的耶，吃牛鞭真的差那么多。没那么差。干，你知道我是多敏感啊？你调很多还调一点点而已？我调一点点啊，有差吗？还行。我去侦查一下。人类的。你不要再灭国了，不然我下次会对你丧失信心。干你老死！我突然觉得好像太敏感了，你他妈喘息的声音。都听得到，有那么敏感？对啊。那我调低一点。太敏感了、哦。我还听到你需要更多金矿，钱太少就贷款一下好吧？这样会好一点。啊，好一点，好一点。来，如果有断断续续，我再跟你说。好。好。我的矿太早开了。其实我觉得我们打他们用大光炮快攻应该蛮强。哪？你要大光炮哪里？哦，加，对啊。哦，直接把一家灭国吗？其实蛮强，虽然我们还是用原本打法、啊。干，你确定要？没他，就冲上，试试看是不是？就冲。好，反正我狗毒爆就对了。那你什么光炮配什么？我水晶塔会放这边，直接破那个补给站，你就进得去了。那你会有什么单位吗？我会有追猎跟先知。第一波之后，追猎跟那个母舰核心，可以，反正把一家灭就对了。Yes， 我要先走了。你这是王总小心哦，安全的。足够的金矿，需要更多金矿。这些石头可以用吗？冰刀灰小鼠啊，我换的。幽能网，这个斜坡是可以跳死神的吗？对，太好跳了吧？啊。准备可以一波了，你的工兵有过去吗？哦，你已经藏起来了是不是？对，我要过去了。要走吗？走啊。没有足够的金矿，需要更多金矿。我是还没狗出了。啊，你们其实你应该是先防守，等到我开始在轰的时候，你再出来就好。快开二矿、啊。我先要帮你保护水晶吧。那个水晶他打不掉吧？而且你也保护不了啊，你要怎么保护？就狗怪啊！干有碉堡，见鬼！直接打掉就好了。狗那么多，你的追猎其实有点卡到我。我在打他的攻。我是觉得直接硬 A 就好了。把门口拆掉吧。我想灭另一家，另一家。我变一些光炮好了，我变一些毒炮好了，不然这样好烦啊！你变光炮、啊，毒炮不容易、啊。等我一下，等毒炮吧。有鬼了哦！等毒炮吧。他有鬼了，小心点。啊、
走吧，好，干，走这边，上面吗？嗯。吉野家，不要再讨论吃了，很饿。 516嘞，不错哦。吉野家有些有24小，有些没有。啊，连胜几场啊？我目前20几胜1败吧。 24胜1败。诶，他们换种族人，受不了人类，两个人类了吗？有可能哦，有可能他换什么神人哦。哦，那这样就是要跟我拼凤凰。他应该是想跟我拼凤凰。祝你玩的开心。你有什么想法吗？ 挖遁地上，靠！我觉得有点危险。在遁地兽前，我可以给你瓦斯啊，你有需要的话。我倒觉得我们可以换打法，就是不拼凤凰。那凤凰会把我家里抬光啊。妈西啦！ 不会会到你的户头，全部的瓦斯。屁啊，你也不是马上需要吧？你要多少？你就提出来，我就给你就对了。全部不会会到你的户头，全部的瓦斯。屁啊，你也不是马上需要吧？你要放火光炮，他们是有可能放光炮的。有放火光炮，哎，有可能。啊，他怎么盖上来？我不要让他有视野，我就盖第一只就扎回去啊。他这边可以盖，是有可能哦。我只是说他们有做过，我做过这种事，那就是会再做，快正常。没有。 欸，这什么东西？嗯，这是什么？死神，打快攻的吧。不可以在那里越穿。哦，这样我想想。靠，我觉得他们打一波，势必去加死神。 啊，你没有侦察另一家？哎，他死了！靠！哦，你又不侦察？哎呀，侦察这种事情，搞笑吗？敌人在攻击你的探测机，注意。盟友受到攻击。真的四 B G 哦，四 B G 加那个3 B B 死神。
要打是不是？可以啊，他没有大光炮。来啊！好，他全部跳上来。你没有过来帮我。你的虚空是无敌啦，虚空是无敌啦，没错。那你继续出虚空啊！走、啊，我第二招出来了。他那个上面那一家兵还蛮多的。他那个死神没什么用吧？你没有足够的金矿，所有都够。他那个一下就死了。要的话我用飘的、啊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用飘的开战，靠引刀啦。突然就想说会不会引刀，真的会有？引刀啊？可以真引吗？我们没办法。那我们把他先把部队全歼了，不然怎么办？你自己先，你要顾自己哦。我这边应该是确定是阵亡。哦，你的部队送了。没有，我飘走了。我先把钱都给你。你好像可以把他灭了。不确定。哦，他好像没有大光炮。可是我好像被灭哦！你会被灭，真假的？有可能。不会不会，我守住了。所以你都要偷砍，难怪我输。我守住了。我刚刚就想到会不会引刀、欸，讲真的，他在出引刀前十秒，我就想飞黄铜去他神族家了。我们火力全开，处理。他有鬼雷哦，人类。我见到黄铜了，快！这神族有，他有矿吗？神族我不知道他们有矿，但是他主矿爆了。有点接近了，越来越远了。4787，我上个厕所。